叫肚子疼，相亲爆笑名场面。你是那个二舅妈来介绍的相亲对象吗？啊，是啊。哎，你那开的啥车呀？看着还挺好的呢，买十来万吧。哎，我借的。借的？相亲还借的车？还装什么？我跟我爸借的。啊，跟你爸借的呀？那不算借，那都是一家人。那个，你爸是干啥的呀？啊，我爸吗？嗯，爸是司机。开车的。开车的，然后你还在借他车的。哎，我爸是给我妈开车的，我妈是大老板。都是一家人，这不算借啊。那个，你妈对你找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妈说了，你先亲一口看有没有感觉。亲一口，那要不然你亲一下试试？行吗？先试试呗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？我妈还说了，第一次见面就让亲的小姑娘不能要。美女啊！我也来相亲的，那来六万，我都等到现在了。我这不是下班摆摊来的吗？干啥也不得当公务员。下来了啊！我不是挺没人吗？你是干生意的吗？以前干生意的，干个早餐店，这不干了。咋不干了嘞？干倒闭了。你看咋能倒闭？早上起不来不就倒闭了吗？很神奇。我还干过那嘞，还投资个500万的生意嘞，也干成功了。哇！那厉害，500万的生意都干成功了啊！那干成功了，你还体格保养着的嘞？到最后不是出现了意外吗？出现啥意外？领娘时候本身还好好的嘞，领娘回来时候叫尿憋醒了。感情话你当然得相亲。那你说你有啥优点吧？我的优点就是长得比较帅。那你那缺点呢？缺点就是帅的不够明显。我看到这人长得不咋地，他怪幽默的。嗯，那这样吧，你等到我看，看一些合适的，你也回去吧。明天没过来领你来呗。你看，你叫我回去呢，我这是得来到了，你不叫我上他家喝的茶吗？喝的啥呀？你明天跟没过一块再来吧，等会让说，你回去吧。我把我条件都跟你说了吧，我呢目前没房，其实我也后买房的，但男人嘛要以事业为重，所以把钱都用来做生意了。车呢，我觉得十几万二十万的破车吧，不如不买。等生意好了，买个百万级的 SUV。这个两个人哈，如果互相喜欢，我觉得啊十几万二十几万那个天价彩礼吧，也没啥必要。我呢还有一些等，那个是什么让你把没车没房没存款说的那么自信啊？还有再一个就是，为啥你会觉得十几二十万的车是破车，十几二十万的彩礼却是天价呢？十几二十万买的车嘛，起码是新车，十几二十万那个彩礼吧，取的是几手的呀？二手的劳斯莱斯也比雅阁贵，必点。你这么拜金吗？男人没能力才会说女人拜金，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穷得理所应当。你说你长得像那个花圈店的小紫人似的，看着都营养不良了，这谁给你自信呢？昨天玩不过我微信推过的时候，我一看你的朋友圈，真是好家伙，你是豪门遗孤吧你？看我能发80条朋友圈啊？你那微商发的都勤呢？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关注我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谁上那个动物园啊？看见那个不认识动物不多看两眼？不，你干啥去啊？动物园味太大了，我出去凉快凉快去。你好，你是来相亲的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来找老婆的。这不都一样吗？哎，别动！你借我双眼皮贴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是胶带。你头发挺好的，你头发还挺秀的。哎呦，是假发。你有病吗你？对不起，你说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有房吗？我30岁就有了。你今年不才24岁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准备30岁再买房。那你这不是骗我的吗？我哪里骗你了？阿爸说了，我是个潜水股，以后都会有的。路还长，别太慌，以后指不定谁会慌。你看我30岁也买不买房？行吧，我先走了，给我个微信。我就一个微信，我给你了，我自己怎么用？自己留着用吧。这还没结婚就给我要微信，那结完婚以后还不得给我要手机呀、啊？物质女人，真服了。我们老家那边啊，都是女方给彩礼，但是我家很开明，婚后要是有男孩的吧，可以给你20万。这还开明呢？啥思想？必须是男孩？咋的？你家光妹要嫉妒？咱俩怎么咋？但是我很喜欢你家哥，你别再挑了，再过几年过了生育最佳年纪了。什么生育？你家啥基因呢？保质期那么短呢？不是，啥不是？你不是我不是啊？虽然大脑和大肠长得挺像的，但是你不可以在这表面里面装一样东西吧？你他妈是靠脑子是吧？你思想有问题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啊，没事。是你家？你认识我？啊，我看过你照片，我妈给我看了60多个女孩照片。按漂亮程度的话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你。我从后往前拍的。从后往前拍的。那你去找对象那个相亲不就完了？好吧。我妈不同意，非得让我来。我妈说给你算过，你五行属水，我五行属火，你克我。啥克你了？你妈还让我相亲啊？那你看我穿的是啥？耐克。特别帅。你都多大了还听你妈的呀？这都是迷信，没有时间，多学点知识，知识改变命运。我妈从小就跟我说，这改变命运不一定非得靠知识。那还能靠啥呀？你买双色球也可以。我觉得我可能不能。那你这么没有理由了。我这是不太成熟，你都这么大男人了，还这么依赖你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依赖我妈妈是因为我单身。如果我能找到另一半了，我就不依赖我妈。那好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问吧。如果结婚以后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我可以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。救我妈。我都说了，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。我考虑好了，救我妈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救我妈。我觉得你的选择非常正确，其他就回家找你妈妈去了，就得了。好，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话，如果我选择救你，你能不能接受我？那未必，这件事你活该。你好啊，我是那个王大爷介绍过来相亲的。你这样就来的？我刚挣完钱，我给你们大家放个西瓜，来。怎么那么抠，才放一个？我怕带一个整的过来，等一下你想打包带走，我没得气呀、啊。
所以我就留了半个在家里面给我回信息。你真聪明，你什么毕业啊？二年级啊。二本啊。文化那么高，你还挣钱呢？什么二本啊？一本语文，一本数学啊。你那是小学毕业，你文化太低了。对，你不中。等一下，先别走。干嘛？我虽然文化水平低，但是我很聪明的。那些研究生啊、博士生，他们会的高科技我都会啊。啥高科技啊？就拿现在比较流行一点的高科技来说吧。你看这个智能手机，按这个我就知道它是扩宽机，按这个就是加音量的。你看这个手机屏幕一按，啊，哎，走啊，那个小仙你们开过来的啊。哎，要不送我一下呗？啊，婶儿你可来了，我又是跟你侄女生气，我太紧张了。我就是王婶的侄女。哎呀，你俩太像了。相亲之前我先说一下啊，我呢是个非常节俭的。男孩子节俭一点不是挺好的吗？你饿了？有一点，吃吧。咱们都在餐厅了，点个菜吧，我请。服务员，点菜。来个炒小白菜。我问一下，咱们这个小白菜是几颗白菜炒的？两颗炒的。我这有一颗白菜，我问你炒的时候炒多少白菜？这太好了，天天保持。我看你这有水，你说不喝？刚才我说话太愣了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可能是我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不是你的问题。那就是你有问题，给我道个歉。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，过两天我让我婶儿再给你介绍个好的。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呀。你在哪儿看出来的呀？我都多大岁数了啊，还打工？我虚岁32，虚岁33，过了32。我觉得我都老了，每天晚上我都睡不踏实，我干活我都迷迷瞪的。到现在我早都不嫌你丑了。你可不，你先清醒清醒吧，可能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单身，但我可算知道了。姐妹，早就